不是积木大师，他那个拼成那个样子实在是太夸张了。太难。爆炸！那个货车已经坏。而且咱这个是大粒的哦，也是小粒的。等太久了吧？他那个太难了。好，我帮你掉。我们家有。没关系。对不对？对。没关系啦，我的是车子。咦哦咦哦。你的车子故障了，他要帮你拖，他帮你拖去修理。哦，要拖警察车去修理啊？这也是加油站吗？哇，太多了吧？里面还有小狗哎。龙镇遐有一片那个绿色的板子，大片的，你也是要起来固定伫下骹，这样你才袂这样散去。我不是你爸爸哦，哈。这是你爸爸买的。那个小乖在骑大象，哇，好大的大象啊！哦。撞到飞机啦！啊！太多种了啦！爸爸不可以用撞的，要小小地方会坏掉，知道吗？那你还有 Elsa 在骑马。Elsa。对呀。Elsa。哦，这个给你看。龙镇居然不知道 Elsa。哦，什么 Elsa 与熊？不是啊，那是玛莎。那个恩恩最爱的。我帮你看。啊，还有大象。哦，那个大象换我玩了吗？还没。没有。那阿飞等你，等一下换阿飞了，我们等一下就要回家了啊。阿飞的是这一个。哦，是哦。哦。也可以，那片绿色的大片的，右边。爸爸，你看，我插在两个人住。你看这个就可以在上面盖公园哦。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，我不想要扁了，我要。来，一起一起坐。哇，盖在上面变成。我拿出一个警察局。航空母舰哦。拿出一个。哎，这个我需要，这是我的停车场哎。可是我也需要啊。哦，好像很挤。这也盖一个吧，吴一婷。我觉得我不会，那个不是停车场。你们盖一个摩天大楼。啊，摩天大楼太长了吧？嗯。摩天大楼是很长。不然要盖一间厕所吗？太臭了啦！太臭了啦！那盖一个麦当劳好不好？麦当劳。啊。你们三个去那边做店长哈。我把刚刚啥？为了一头生一片，来不要放掉。哎，入口即化呢，这些也唔捌食过。已经吃过了。没有啊，这是有点。哇啊啊啊！一千二十，我有一台。爸爸，我有一台。你有什么一台？任何多。你有还有小狗哎。小狗也在你那一台上面。对不起，这是我们的停车场。以后我们都来新一家玩这个好了。哦。加娃娃机。以后都来一哥哥这里玩。为什么？很多那个亲子馆啊，就买这些积木摆一摆，就叫亲子馆。家去二十三、二十去金华城的，也无啥物物件，一个人的手表。爸爸，我也想要坐停车场。可是你不可能买，可能那个球池。哎呀，那个小孩在那边玩得很疯啊。
你已经过了那个年纪。哎呀，较早细汉也有迄款通耍，你嘛是走到变过。